Yo,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史莱姆，今天我来玩三国齐打交。打交这些东西最啱，我最喜欢打交。我揀个人先，头痛，飞机竟然遇上龙卷风，运气真背，我这是在哪？壮士，你醒了，赶快拿起武器，坏人要来了。哦，是一个穿越的游戏。哇，我来揀角色先，宇章，我们一个剑士啦。射手哦，叫我姐姐，射手不错，叫你姐姐啊，哼。跟我的魔法共舞吧，跟我的魔法共舞吧。法师又是我的最爱，但这个角色我没那么喜欢，我比较喜欢这个角色啊。猛士哦，好明显一个肉盾。哎呀，纠结，算了，都是喜欢我的射手。基本上我玩这些角色基本上都是会射手的。好了，选我所属的国家，这个世界只属贵中的。Let's go. 射手 Max! Slime Max! Senko Fighter! 兄弟们，那小子好像就是天宫广世真龙。好，放他走，你情愿自哦，这个是不是黄金的时代啊？天哪，这是在拍电影。好可爱。说你的家伙是真的。拎着啲乜嘢啊？吓亲我嘅宝贝啊！喂，咁样睇落去，其实呢个画面其实几靓。OK， 移动，移动去呢度，呢度简单啦。再移动去呢度，冇问题。后面都系攻击啦。哇，一嚟有三碌箭啊，几劲喎！咁我又有啲料到喎，同埋我穿心箭，我试下穿心箭先。这么多人。哇，咁多人。莫慌，吕布在此。哦，吕布嚟帮我。喂，吕布你打。我休息下先。我歇下先，吕布加油啊。真龙命格。可以借助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力量，来吧，控制我，让我感受下真龙命格。哇，咁变态嘅吕布嚟，点解要控制你啊？你唔可以要控制你嘅，我可唔可以唔控制你啊，吕布？我真系可以控制吕布啊！你，哇，哇，棒！哇，佢啲技能系好劲嘅喎，吕布，好爽啊，打落去，好爽快啊，但系小伤。我会为你报仇的，小伤，帮我用翻自己先。吕布你去打啦，不如好唔好啊？我试下穿心箭先。哇，又几有型个衰鬼。诶，同埋可以，我个键盘可以任何地方出现啊，非常好。啾啾啾啾，哦，二三四五，二三四一。OK， 我知道啦，我已经掌握到我角色点样使用。受死啊，情愿之！我逃跑先。吕布你同我打，搞掂佢。你收一个肉盾，你应该搞掂晒佢嘅。加油啊，吕布！我入边偷袭就好啦。Yes。我只能送你到这里。呢又系偷袭就系王道。我净系可以送到你呢度啦。被善教魏延所阻，点解你做咩走啊？获得真龙契约，注定坎坷，保重。带我走吧，奉仙大人。就突然咁入戏啊 ，Slime Max， 带我走啦，吕奉仙。唔得啊，佢话要走啊，要我自己成长啊。难得穿越嚟三国呢个咁重要嘅时代，见到吕布系好开心嘅。跟住落嚟可唔可以有赵云先？多谢你，我得奖啦。哦，吓个升级动画会唔会型一啲？升级啦，升级啦！合正身俾妈妈，我哋升到两叻。OK， 我哋装备技能。OK， 哦，获得奖励，非常好。哇！呢、這个连续七日送豪华大礼，哇！送赵云唔系啊，登入七日就送赵云啊，咁爽咩？好爽喎、啊！呢件事好爽喎、啊！热血战赵徐，唔讲咁多啊！黄巾贼啫，要驱赶啊！做咩周围都系肥仔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才是死胖子，你全家都是死胖子。你死肥仔，你全家都死肥仔。咁恶毒咩你？我都好难相信咧，我一个咁可爱嘅女仔能够穿越嚟到三国，然之后可以咁快开始上阵杀敌啊，完全冇任何嘅惧怕，系有啲犀利嘅。睇下呢个新技，哇！呢、這个向后射、啊，即系边射边向后跳、啊，呢、這个非常好啊，系拉打嘅密技。边啊？你算啦，你追我唔到噶啦。哇！有 QTE 技能喎、哦，新嘢嚟喎，试下先。
喂喂喂，佢避开咗，我要一直拉打佢，完全唔需要扣血俾大家听。哇！收佢皮啊！见唔见到我系无损通关，三星唔该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非常好。哦，三星通关有两次嘅开牌机会，铁定银币好似唔错，但系啲紫色攞唔到，太过分。哦，一位黑炭嘅壮士揾我切磋，看样子身手唔错，因公要小心。唔该晒，小双儿。我哋嚟生村有猛士，嚟打一打佢咯。我哋又唔怕嘅，猛士系咪啊？睇我点样虐待你啊！我射箭噶嘛，你未嚟到我已经射死我。哦，今天在门口会遇到一位有缘人，竟然是张飞。山村张飞、哦，你唔系谂住打得赢张飞啊，大佬？恩公，你可以通过点？哦，但系关羽会帮拖、哦，咁呢件事真系好轻松、哦。关羽、哦，万夫莫敌嘅关羽、哦，有啲犀利啊！试下啲技能先。哇哇哇哇！打落去真系几爽快啊！佢都引诱我咧，开始咧俾好角色我用，我先唔用啊，我用翻自己。我啲做人咧就靠自己，唔靠人哋。我就用翻自己，关羽你去打，我后边 hea。哎呀，哥，关羽哥，哇，张飞。吃了什么变大果实这么大只的？喂喂喂喂，关羽刚才不见了，为什么你去的？收皮吧，好吗？搞定，张飞都不够我打，还有谁？连张飞都不够我抽回家。我升呢，我四呢，四得犀利，我可以去抽卡了，很重要，去客栈去招募一下人手先。我的龙门客栈，我有免费的百年美酒，饮一杯会发生啲咩事？哦，关平啊，关羽的二子，你好，你好啊，小可爱关平，非常好，唔该晒。我估计你一开始咧选唔同的人咧，即系拣唔同的国家，即系魏蜀吴啦，开始应该就系可以一开始攞到唔同的。关平咧喺近代嘅三国游戏里边都活跃，常常出现打法。好嚟，战斗开波啦！我哋出发。关平佢喇叭都有几有型，你去打啦。老规矩啊，我哋嗱，我哋系一个远攻手，近战嗰啲就去打啊。我后边射，呢个就我嘅策略。我最紧用攻手啫，用攻手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啫嘛。我执钱执钱。执钱呢？等我嚟。关平你唔识噶啦，执钱呢架嘢。边个嚟个？喂，刘备喎、啊。刘备打关平合理咩？射死你啦！喂，系咁唔打后边嗰个友，借打我，咁样唔合理喎、啊。电死你！走佬，走佬，走佬！关平加油！非常好，呢、這个咪就系有敌之计咯。诸葛亮教我嘅。即系我喺度筛出佢嘅时候咧，关平周边系咁劈，我感到我自己嘅计谋，感到好惊叹，十分之厉害。我要升级我嘅武技，就提升我嘅战斗力啦。咁喺呢个古代最紧要都系好打，好打系好重要啊。好，升技能，有新任务，好，继续推关。哇，呢个系一个新玩法喎，双儿喺度俾啲巨汉去。攻击喎，我哋要保护双儿，电死你啦！呢个死人菠菜，菠菜，哎，菠菜已经死去啦！我哋成功保护双阿小双，非常好。其实细心一睇，啲建筑物都真系做得几靓嘅。你睇呢个酒楼，好靓喎！我好中意呢啲建筑物嘅模型。可唔可以买咗落嚟啊？好啦，升级我嘅牧场先。哦，原来可以花费我嘅嘢嚟升级牧场嘅、哦。跟住佢就会点啊？哦，佢就会俾嘢我嘅，定期呢度咧就会拆啲嘢俾我嘅。你见到呢度啦，收税同埋收家园币，咁呢啲就系有 C D 噶啦。升唔升好咧？唔升住，留翻啲酒用嚟升另一样嘢，一样非常之重要嘅嘢。因为当你二十年之后咧，你就可以拥有你嘅后宫。我已经咧将呢个国女王咧去召咗入我嘅宫里边。你好啊，我而家要进入你嘅后宫，
你准备好你的口供俾我进入未？你可以同佢前面嘅，前面到佢 100% 之后咧，你就可以重行佢。哇，不得之了！哦，我唔得啊，我要 VIP 先可以重行佢，实在太可恶啦！呢下阻止唔到我重行佢，我决定货金，你等我一阵。识货一定系货月卡先啦、啊。哇，佢货完之后有好多嘢拎 ，VIP 签到 ，VIP 礼包。我而家货完月卡已经系升到 VIP 二咯，正、啊。发达，呢、這个边个嚟噶？呢、這个咩武将嚟？我想知道。有50发哦，姜维、哦、，OK 喎、哦，货轻货就有姜维，仲有手柱礼包又系姜维，哇！主攻云石有一加，等我一阵，我而家有啲小兴奋，升就升先啦，将我嘅主角好紧要噶嘛，升升大家，升升嗰个能力就实在增加太多啊！俾大家听，真系好紧要。好，跟住我嘅姜维，跟住要合成啦。哇，正啊，正啊！姜维系诸葛亮嘅首席大弟子，喺我嘅感觉里边，所以我决定放弃侯渊啊，我要姜维啊，因为我想要两个近战喺前面打。好啦，拣你啦。哎呀，我升唔到你，唔紧要，我哋咦可以升佢升我。哇！不得之了，但可惜我的经验已经用完，我一阵再培养你，禁室培育你。哎，我哋做翻正经嘢先，我哋话咗要宠幸我哋嘅美人噶嘛，嚟国女王，我哋嚟宠幸一下先好冇？使用五金即刻可以宠幸，梗系宠幸啦，点解唔宠啊？再宠啦咩事啊？好紧要，我哋真系，我哋。同女仔沟通咧，唔可以一刹那间咧就咁进取嘅，佢需要啲时间冷静一下，唔紧要嘅，我俾啲时间冷静一下，我哋冇问题嘅 ，OK 嘅，我接受到。咁21咧亦都开放咗皇榜里边呢个银子嘅通缉大道，咁我哋睇下你又搞乜鬼先。咁咧我而家得净可以打到普通啦，33咧再开放，皇宫内吊饰很多菜白。金吾卫已经发现盗贼嘅巢穴，朝廷颁布了通缉令，击杀盗贼有丰厚嘅奖励。等我嚟搞掂你啊！好可惜，唉，我嘅刘备呢、这个唔系我啲关平嚟嘅，我要摆啊刘备。呢、这个战斗力我已经去7500啦，比起琴日我已经脱胎换骨。好嚟啊，我哋嚟剿灭呢个盗贼，去攞呢个银子。好，你再冲啊！喂、哎，限时嘅、哦，限时要打肥呆、哦，肥呆，食招啊，肥呆，肥呆唔好走啊！啲肥呆系咁逃跑啊，好好精佢哋而家。哇，好多贼、哦，睇嚟系三分钟里面不断打呢、哦这个呢、这个贼嘅巢穴，唔系讲笑、哦，好多贼啊！即系我哋系咁拆钱喎呢度，正喎、哦，好爽喎、哦。嚟咁啊！多啲嚟，密啲手，肥呆最中意肥呆噶，你哋咁可爱。咁即系我哋唔可以匿埋后边，我哋勇往直前啊！需要冇错啊！我有呢度匿埋呢个肥呆。哦，嚟到打 boss 啊！黄金大道应该最后嘅 boss 就系你，所以我使出我嘅浑身解数，为着要做乜嘢就系、是、秒杀你，挑战成功。获得5沓银票，15个金袋，非常好啊！呢啲应该系可以换钱嘅嘢嚟噶，咁我哋只要走去商店就可以换钱啦。哇！佢帮我自动咧卖出就可以换到176000文，发达啦！我而家有好多好多银两啊，银两真系可以做好多嘢，非常之开心，可以露升技能。发觉咧银两多啊，身痕，我哋嚟神龙弃珠一下先。咁呢个系统咧就可以咧不断弃珠，玩珠珠，其实都系跟翻啦，白啦、绿啦、蓝啦，跟住再上紫啦，如此类推。喂，白虎地珠呢、這个橙色嘅，试下俾佢先。诶、欸，呢、這个得啦，呢、這个加咩噶？加生命嘅，生命我都唔系好需要，有冇啲劲啲噶？有冇啲加物力攻噶？蓝色都唔错嘅，我哋就用佢啲睇下先，物理攻击加9都一样喎，咁我就呢一个啦，俾主角用。啊，其他咧我哋一齐全部分解晒佢，冇需要嘅，因为嗰啲，跟住就可以升我哋呢个啦，升级，升晒使晒俾主角。
主角要读大团战，究竟点搞呢？杀贼救左慈啊！哦，多人模式怪物较难，军团币出产提升三倍，试下佢啦，好唔好啊？多人模式嚟试试佢先。好啦，我姜维咧头先已经静静鸡练到18level啦，咁就可以成为一个战力去出战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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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肥呆，咁鬼肥啊你！唔好搞，唔好搞！你哋好似好抽得咁，送个地雷啦，傻猪！喂，点解原来呢个模式系冇得召唤我嘅死士嚟帮我手嘅？好惊啊！我惊佢摸我好痛啊！而家，粒水啊，粒水啊！肥呆，肥呆好肥啊！肥呆，嚟啊，嚟啊！打我唔到，你打我唔到。哎，好啦好啦，俾你摸一下。哇，你个肥呆摸一下咁鬼痛嘅，你有咩唔啱噶噃？屋企人冇教你唔好随便摸女仔啊，吓、啊、摸女仔唔啱噶噃。哇，你哋仲要三个伴虎一齐联群结党去摸女仔，成何体统啊？等我代替月亮惩罚你哋，代替埋你哋阿妈惩罚你哋。你睇你哋三个，喂，仲越行越快，你三个做咩？暴走啊！暴走族系佢自己，哇，都系唔得，有啲痛。我哋都系，诶、欸，有人嚟帮手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喂，你入嚟你唔打嘅，你入嚟你唔打嘅，喂，我系终于打啦，终于打啦。诶、欸，做到嘢，唔该晒你啊 ，baby， 继续啊。喂，左两个巨型痴汉换咗两个，换咗四，哇，四个痴汉队友，斗啦斗啦，好惊好惊啊！佢哋系咁插我上。我读车先，喂，你喺近战你去打啦，我远程嚟噶，大佬，你唔好咁啦，哦，你打咯，好唔好啊？我唔打，你帮下手啦，我唔掂啦，佢哋追住我啊，唔好追我啊，好，打王啊，乜水啊你？报上名来，你只系一个冇名字嘅山贼首领，你凭咩喺度咁大粒？你凭咩咁大粒？我放咗地雷，等行过嚟好嘛？哇，正啊！呢、這个你拉住佢，你拉住佢先，系啦。跟住我射佢 ，good， 呢个就系个节奏啦，做得非常好啊，项羽，加油啊！我觉得我哋喺呢个战斗里边培养咗默契，我哋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战队，我就一定系做越野兔噶啦。咁睇下你做边个位置啦？你睇下我点睇都系越野兔啦。几可爱，你睇下我，人见人爱，车见车撞，你就应该系礼服无面盒噶啦，你着晒礼服咁。嗱、啊，劈人咧系唔可以咁慢嘅，你又真系唔识劈人啊！你见唔见啊？完美避开啊！你个动作咁大，师傅冇教你嘅咩？打交唔好咁多多余嘅动作，如果唔系咧，好容易俾人睇穿噶，傻猪嚟嘅，傻猪猪，哎，搞掂佢啊！Yes。挑战成功，我哋咧系完整咁推完一整个关卡。我哋选择大选择一齐打系合理嘅。咁而家你见啦，我哋有多啲嘅军团币啦。好啦，今日我哋咧游戏啦就介绍去到呢一度啦。多谢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次翻嚟仲同大家介绍更加多嘅游戏。再见，两位，拜咯拜。